Hello， 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哎，今天的话呢，跟大家唠一唠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 FC 的游戏《热血系列》里边的《热血星期六》啊。相信呢，只要你童年呢玩过这个 FC 系列呢，那么你一定啊会把这个《热血星期六》这个游戏呢玩上 N 遍啊，玩上 N 遍。你可以看到呢，一开场咱们呢直接呢买了一个三件套啊，三件套，然后呢继续买。自动旋风腿还用买吗？自动旋风腿就是跳起来之后呢直接就旋风腿了。三件套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啊，应该是一套运动设备吧。啊，这个游戏呢也是一个汉化版，你可以看懂呢这个游戏里边呢所有说的内容。 OK， 那么呢咱们启程啊，选择了这个热血队，选择了这个国夫。好吧，这是要给他钻死了，那么呢这次呢是宾斯坦呢，依然是来自于咱们的西阿比比啊，西阿比比大神呢做的一个热血星期六的一个各种花式玩法吧。好吧，这位置呢被甩开了，那么呢再给他一个木头板子，再见。好，还没死，钻死。OK， 这样的话呢这个田径这个项目呢就搞定了啊。田径这个项目呢两种获胜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常规的跑到终点，第二种呢就是你没有对手了你自然就获胜了，是吧？那么呢这就搞定了啊，咱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二场啊。第二场呢是对战这个五代啊，你是五代火影啊。 OK， 咱们继续啊。那你也不大呀，不正。哎，这位置呢这个金币可吃，但是呢五代这个防御力呢明显比刚才那小子要高啊。哥们你跑慢点，哎，跑慢点转，这样呢这旋风腿呢可以转的这个下数更多啊。好吧，对面加速了啊，又挨钻了，又减速了啊，这个金币没吃着有点可惜啊。啊，这个游戏的话呢，相信童年也有几种玩法，是吧？一种呢，咱们就是什么道具都不买啊，不买道具呢，打一个全金牌，或者是呢，你什么都购买啊，挨个消费一遍，又或者呢，是你对不对？也有这个玩限制的啊，也有玩速通的，是吧？童年相信应该都玩过。那么呢，他这个呢，就是把各种这个能展示的招数都展示展示啊，就是这种，就是对面活活折磨死。看男人观众还不少啊，这里能又给他木头片子捡了，好不断。OK， 这样呢，这个五代呢是依靠自己的这个高超的这个防御力啊，高超的防御力，几乎要挺到了半程啊，几乎要挺到了半程。又一个木片子，再一个旋风腿，再见啊。好吧，你自己磕死的，跟我没关系。这是五代呢自己磕死的，很明显啊，没人动手，他自己动的手。OK， 那么来到了决赛啊，决赛的话呢是这个美国队啊，吉米。我们来看这个吉米啊，这个吉米的话呢也是血长防高啊，特别抗揍啊。我们来看这家伙是真抗揍啊，这是要跑到终点了，看来就是换了一个打法啊，这个还是比较科学的，因为你等你把这个家伙揍死，黄瓜菜都凉了。这位置呢是双方互交木头片子啊，明显对面是交不过我们。OK， 最后呢这个也可以拉下这个跨栏啊，跨栏呢也可以从栏底下钻过去，这是呢不同于这个你在日常里见到的这个运动啊，不是要打死的吧？好，他减速了，可能这里觉得要给他击杀吧，因为这个对面或者我方呢在落后一次进到屏幕里之后呢扣血会非常的多，那个呢应该是一个固定的血量啊，所以说的话呢他感觉血量扣的差不多了以后啊，就这个什么了啊，就这个可以击杀了。但是也快到终点了，是吧？感觉比较纠结啊，感觉比较纠结。哎，吉米跑过去了，那你说，哎，好吧，吉米被木头片子拦回来了。还有五个蓝啊，这五个蓝够不够杀吉米？感觉够呛啊，这小子确实是扛揍，身体好啊。一想到身体好，一想到这个美国队的运动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詹姆斯啊。那兄弟身体是真好啊，应该说啊，要论身体好我就服他，那身体是真好。 OK 啊，咱们这里继续。哎，还有两个栏，那看来这个吉米是倒不了了。哎，哥们儿，那吉米要冲过去了啊。好吧，这位置那个吉米要拉回来了，这是无尽的折磨啊，也不打死你啊，然后呢也看着这个终点就在前方，也不让你跑回去。哎，这是终点之前击杀吗？往前走，钻旋风腿，旋风腿，好，这是要终点之前击杀，这个太残忍了，让你死在终点线，哎，还差一步，哎，哎，这个太残忍了，没有比这个，可能没有比这个再残忍的，让你在终点线的前一步啊，看到终点线，但是你过不去，
好吧，以这个残忍的方式呢，获得了这个第一场比赛田径的一个胜利啊。咱们呢继续来看第二场，获得了15个金币。第二场练球，练球的话呢，我不知道他能玩出什么花活。再来看一下，选择了第二个人马，哎，陪这个妹子玩会秋千啊，这个是应该的，对吧？啊，妹子玩得很开心，都拉拉拉了。这位置呢，还买三件套吗？好吧，这三件套是干什么的？有懂吗？我这从来没进过这个商店啊，玩这游戏，我一般都来这个体育用品商店。这里的话呢，可以买一个火箭球，啊，火箭球的话呢，贼得劲。然后呢，买一个翻滚，啊，买个翻滚之后呢，买个自动蓄力。好吧，这个 TAS 也用自动蓄力吗？没必要吧。OK， 那再来看啊，这里是选择了一经田，啊，我们来看他这个练球能玩出什么不一样的效果。好吧，出门直接火箭起飞啊，双倍给钱。我们来看这火箭，完了，这不咕噜水里去了吗？啊，过水了啊，那牛逼。之后呢，继续在泥坑里呢，蓄不满力，在泥坑里的话呢，力会少一点。这个火箭加这个链球翻滚，想扔一个四头是比较费劲的啊，真的是比较费劲啊，因为这个玩意儿滚就滚到水里去了，滚到水里就凉了。好，我们来看第三头啊，好，直接过水，那这样的话呢，轻松四头。啊，这个游戏呢最好成绩就是四头啊！啊，当然了，你不用这个火箭，什么道具都不买，用这个国服也是可以四头的啊。只不过呢，这样可能显得比较干净利落、帅气一点。那这个练球的话呢，跟电脑玩呢，四头100%是冠军了，没什么问题。我们来看电脑吧，它能不能踏死他的电脑啊？让电脑玩出什么花活？比如说这个人球一起飞啊，这个西村这个力量不足啊，看力量它扔的很漂亮，西村第一发就扔沟里了。扔沟里呢，直接是捡一次的这个投篮这个次数，然后再来又扔沟里了。看来他这里是故意的，连电脑都踏死了，真残忍。窗户关一下，每天早上我们这个小区外边就有人嗨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嗨，嗨得要命。然后继续六头了，电脑我见过最惨的成绩就是九头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更惨。七头，那瞅这样，这是最少九头了，目前为止。这西村兄弟这没劲儿啊，咋哥们没吃饭呢？咋整的？扔这点玩意儿呢？好吧，八头，这是最少九头了。如果是出现什么意外，比如说人球起飞啊，或者在扔大沟里啊。可能就是十头了，继续加急，好吧，看来你被 TAS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这样的话呢，十头啊，这也是呢我见过的电脑用的次数最用的投这个投掷次数啊最多的一局了啊。电脑十头，这也是连电脑都能安排啊，这是一个无所不能的 TAS。 OK， 咱们呢这局呢又是轻松胜利了，没什么好说的了，取点水吧，庆祝一下。来到了这个游泳 swimming 啊，咱们继续再买个三件套。那汗衫不买了，哎，这是买了个啥？买了个什么东西？那俩字念啥呀？没看清。OK， 继续。这个游泳池里呢，最好玩的就是这个食人鱼，氧气瓶啊，脚蹼。脚蹼是可以让你游得更快，氧气瓶的话呢就不用再说了，是吧？氧气瓶应该是你在水里边这个氧气的耗费量降低，或者是氧气的这个回复量增加，大概应该是这样。OK， 那咱们继续来看一看啊，这里来一来就往对面脸上骑，有点火。对面是阿力，阿力的话呢也是这个系列里边呢比较有名有姓的一个人物了，但是呢这个遭遇到了我们，这位置是太坏了吧？哎，好，这位置给阿力裤衩挖下来了。后来踢踢不让阿力上去啊，上去之后裤衩再坐下来，食人鱼来了。这个食人鱼非常屌啊，这个食人鱼的话呢，一旦是对面跟咱们在水下呢缠斗一定时间，这个食人鱼呢就会过来一口就把对面的这个氧气全部咬没啊，这就是食人鱼的牛逼之处。这位置呢一手下沉加一手这个抛裤衩，最后来了小鱼来了，这谁俩，而且这小鱼还能变身啊，你在倒地无敌状态的小鱼也能揍你，很残忍。那么 OK， 那随着最后那个赌的香蕉里一顿摆拳，哎，还放了阿力一马，毫无啥子，再见了，再见了啊！这个水底金币的话呢，也有这个在底下玩吃金币的玩法，不跟电脑打，就吃底下金币，也是没谁了，不曾经见。OK， 咱们来看看这个天罡啊，来看看这个天罡，天罡有什么造纸？出门还有他脸上骑吗？没有，双方通知下嘴，直接开始肉搏。
对面扣了咱们两个电炮，咱们给对面招了五个电炮，小鱼又补一下。继续，土德水下一顿揍，旁边积极残忍。好意思空气也不考虑上去吗？啊，果然他这个有氧气瓶的话呢，在水下的这个氧气的这个消耗频率是啊非常少的。你看都憋那样了，点炮都憋出来了，那也揍他啊！这就是对于这个游泳的一个爱好啊，太爱好了。一滴血没掉啊，目前为止啊，虽然说是这个最后的空气已经到头了，但是呢也没什么问题。OK， 来到了这个阿历克斯啊，美国队的这个游泳队员，大家看一下。来了，对面骑过来，咱们呢钻下去，耗子一手裤衩直接就跑，等这个小鱼来了，小鱼鞭尸。他们的这个阿历克斯呢可能要被堵到这个水下一顿这个电炮飞脚耗一根了。好，用就用最后点空气给你周死了。你可以看到这个空气这个啊，往下的这个量是非常低。再来，哎，没来，放他一马，一个骑，太坏了。小鱼呢？小鱼便是。好吧，小鱼没来，哎，来了，小鱼刚游出来。那么这个水下游泳呢，也是轻松加愉快的就搞定了啊，把这几招都用了是吧？骑过梗，薅裤衩啊，然后呢这个。拳打脚踢都用了一遍 ，OK， 来到了第四个项目，撑杆跳。这个项目的话呢，相信是大多数玩家童年的一个老大难啊。这个项目是真的太难了。这位置呢，能买兴奋剂用的不好吧？哦，好，兴奋上，直接呢购置一发兴奋剂啊，然后再往前看看，这里呢是买啥呀？又买了这个三件套啊，之后继续。之后呢，这个撑杆跳到体育品商店呢，就是买生命了，这个东西没用啊，对他来讲。先买个能回身啊，他就是想把所有的金币消费出去，我就看出来了，就想花钱啊，有钱。OK， 那么来了，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呢，有七条命就可以呢落到这个坑里几次。OK， 咱们来看一下，直接来啊，直接撑到一个最远点啊，上独轮车，独轮车是专门过绳索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了。这个撑杆在踏实之下呢，也是无敌啊。他这个也不奔一个最快成绩吧，因为如果有最快成绩的话呢，这个杆都得撑这个最远，哎，这样就是一个最快，这样就是一个最快。你想奔最快成绩呢，你是进坑杆就往这个远点插，杆就往远点插。哎呦，我这个独轮车，流畅啊，扔车捡杆，一手起飞。所以说他买这些命根本就是没用的，完全没用。OK， 再来啊，这个实战里我见过最快的成绩是43秒啊，那个是真的恐怖。选择跑得最快的人物那个望月啊，然后呢43秒就搞定了。当然了，他这个也不慢啊，他这个就是人物稍微弱一点啊，然后呢他也没有追求一个极致的速度。如果追求极致的速度呢，前面几杆呢不撑高杆，撑远杆啊，143秒，他这个踏实呢随便就搞定了。OK， 我们来看看龙二啊，兄弟你不好好打97，你过来撑杆，你是那块料吗？对不对？你包里带不带匕首？别待会撑杆的时候给自己捅了。这位置呢，电脑其实玩的也是不错，但是电脑有时候会犯傻。我们来看啊，龙二，这是安排龙二通关吗？这是我看，好像安排龙二通关啊，乘车驾驶。啊，龙二看来如果是不打格斗，那么撑杆好吧，但我没说。啊，撑杆也是一把烂手。这位置坑直接跳拔墙啊，这样的话呢，虽然说很稳，但是会慢，会消耗生命值。继续走一杆，啊，蹦极吧又掉里了，老傻。只见高不见远啊，这种杆不提倡。最后再来走，再来个见远杆，走，好，还有一命啊，这是他的最后一命，能不能安排这个龙二到？完了，好吧，龙二在这个第14楼的时候呢掉坑里了，再见。这游戏应该也算是跑酷的鼻祖了，当然了，这个跑酷他们玩的比这个还花式，而且的话呢，跑酷没命是吧？这里好歹有3命。那么呢，最后一个项目柔道啊，柔道应该上国服了吧？没有，上了个一条是力量最次的，长这个样也不像能柔道是吧？啊，还有54块钱，我看怎么消费啊？运动鞋，买都挨个买个遍吧，50块钱消费不去了。体育用品商店选择一个回吸加快、自动压人、翻滚啊，都买上啊，买不起。好，我说怎么没买回吸加快 ？OK， 离开，还有9块钱花不花呀？这样的话呢，他最后应该就不是冠军了，因为这个最后是不是冠军呢，不是取决于你得几个第一，而是取决于你的金币数量。那么这个位置给早乙女压掉，选择了一个震荡机啊，他会把每个招式搞一遍吧？你看，来，手指回旋头，这个很帅，啊，这个很帅，这个应该也是这个人物的必杀了吧？必杀啊，这个是必杀，必杀钻头，
啊，不对，手指那应该是必杀。这个钻头没有那个伤害高。啊，这招伤害高。啊，这招像必杀。必杀技的话呢，就是你伤害最高的一招。比如说呢，热血这个护肤就是火球技啊。其他的人呢，我用的比较少。OK， 咱们继续来揍这个小林，来看看这个小林。哎，一发这个，这是他买的技能啊，就是满气的时候呢，可以扔出一个这个啊毒根啊毒根。好吧，那么最后的话呢，你看他展示这个各种技能的招呢，咱们介绍一下这个西啊 BB 啊，就是呢这个视频的作者，他呢是在各大的视频网站之上呢都有这个 ID 啊，你可以搜索的 ID 叫做西啊 BB， 他涉猎的这个项目很广，他有这个 A 必杀手刀，呦，那不是锤脸吗？他有这个 MC 接机啊，然后呢 N 个游戏机种的一个 task， 所以说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搜索他的 ID 啊，西啊 baby 啊，这样的话呢就能找到他的视频主页啊，去欣赏了他其他的这些各种视频了。那么好吧，伴随着咱们介绍完之后呢，来到了这个柔道啊，柔道的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拉斐尔啊，这个美国队员的话呢，这个体力值一直都是处于满的。开场呢，先给一个阿图根，其实这个阿图根是没用的，因为呢他把自己的所有气力都打出去了，然后呢能不能打这两梭啊？他是对面的这个谁，对面的这个队员呢只会被击倒，但是掉不了多少气力。OK， 这位置呢连续用这个必杀钻头和这个手指啊，手指回旋头啊，连续用这两招打低对方血量。你可以看到对面这个人物这个防御力也高啊，别人这个挨打的比他啊掉血要多得多。八头，哎，八头的话呢就是这个经典的这个街霸二代里边的这个红人白人啊，一个脚抓。这都没有这个翻滚打的血多，继续再滚再踢再滚再踢啊！这个滚挺好用的，这滚可以压起身。最后呢，来一个必杀技展示，钻头再见。OK， 这样的话呢，这个最后呢，轻轻松松啊，完成了一个五项目的第一啊，同时呢，也是把这个各种金币呢都给花了个七七八八啊。然后呢，这个柔道项目颁奖也出现了啊，然后给这个各个地方呢来一个金币奖励。我们来看啊，英勇奋战奖西村，是我吗？不然吗？一条啊，这是刚才打那啥的那个啊，西村应该是跑这个不对的。悲催选手早晚他咋的了？创纪录奖啊，然后还有一个奖励，特别选手奖，阿里克斯不被咱们好东干吗？这个颁奖不公平啊，这颁奖应该有黑幕。我们来看啊，第五名是美国，第四名是冷风啊，第三名是花园。我们应该不能太低级吧，我觉得金币花太多了。果然啊，第二名是热血。OK， 能不能伴随着最后的这个颁奖啊，这个各校联合获得了冠军之后呢，今天的视频告一段落。我是本期的解说永恒啊，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